各位旅客你好，开往内湾的列车在第三月台 A 车就快要开了，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。书是一个女生的书屋梦，那我希望大家到这里呢，可以暂时忘掉自己生活上的一切，去想想自己童年时代的梦想。希望飞行书咖啡能够带给更多人追寻儿时梦想的力量。竹东是个淳朴又富有人情味的客家庄，台湾的芒果世界一级棒，我们可以做出最好吃的芒果饼。这个地方像一个盆地一样，它有吊桥，有一条溪，气候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客家人也非常的热情，让你来到这就不会想再离开了。清晨天刚亮的野姜花是品质最好而且最鲜甜的，而且野姜花粽是我们内湾最有名的特产。野姜花它能够让我们的粽子吃起来很清爽不油腻，然后再加上它是天然的调味料，我们不用再加一些后天的化学的东西去提味，那造就它香 Q 不油腻的口感。欢迎大家来内湾食野姜花粽。其实我们恒山也可以种出咖啡这样子，最天然的味道啊，不喷洒农药，喝每一口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哇，这是安心。像现在的这种温度大概是有到160，它在做变化。我不敢说这时候是最好的，应该是说，只要我有继续做，大家有支持，我还是会继续。完成下去，当然会更好。欢迎大家来内湾哦。